Hello， 各位前辈、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各位歌迷，谢谢你们今天能够来这边。我们是南拳妇女，谢谢你们。那为了在周杰伦的《浪漫》作曲的这部作曲的，曾经胆小的遇到一只原地，曾经可是我也变成了女性，只是没有那么光鲜和亮丽。其实想要出事，其实想要钢琴，有种不会担心，要不上天地。虽然所有的前辈们都看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再来一次。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妇女，我是洪元祥。元祥，我是那个老皮蛋头，大家熟悉的蛋头。我是严正兰，可爱的正兰。我是曹景豪，景豪好。谢谢。刚刚的这一首歌曲《东山再起》，来自于专辑里头的首支的抢先曝光出来的作品。刚刚蛋头花了一点点时间，但是前奏似乎好像稍微短了一点点。再一次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感情太深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南拳妇女六年没有发片，然后这中当中累积了这十二年的喜怒哀乐，那除了感谢还是只有感谢。那当然南拳妈妈曾经有几首传唱的歌，但是南拳妈妈这六年没有发片，宇豪、张杰、Lara、宇豪、巨炮对，都去各自的发展。像宇豪你刚刚讲了两次可以，因为特别爱宇豪，特别爱宇豪。对，我刚想说是有两位宇豪哥帮我拍了太熟练了，有点紧张嘛，奇怪。对，那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团员们，然后再次谢谢周杰伦、方文山，对，帮我们写的这首歌啊，我自己有参与创作，然后还要谢谢我的新团员们，是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办法帮忙南拳妈妈延续这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梦，对，真的，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换团员了，对啊，没事，来欢迎雷瑟琳，嗨，哇，嗨，雷瑟琳，你好，哇，有实力啊，主任好。主任为什么是主任？来，谁跟我们分享？因为据说今天雷瑟琳来，我们要不要先往前站一步？好，来，据说今天雷瑟琳来，是为什么？是跟四位成员某一位是不是比较之前有合作过，对不对？对，因为有一种很感动，好像看到自己学校的学生，哇，完成了他下一个里程碑，当着团员们，没错，好感动。在学校他是主任，但其实实际年龄上。我比他小哎，他比我小，可是他竟然演我的主任哎。那个时候是因为戏剧上面的，然后再加上弹头这边也说了是之前的师妹，以前阿尔妈的师妹，对不对？就是以前。在这一次，所以也就是因为有这么样的这个深而且很有趣的渊源，据说这一次也有参与你们新的作品里头的演出，對對對，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有拍他们的新的 MV， 但还没上嘛，对不对？第三波主打，然后在里面有就是跟然后的谈个小恋爱场景，在情节当中，然后除了让天王杰伦夸赞，还把我们的师妹，没有，因为其实相当我以前就是完全是玩摇滚乐团唱歌，但是这个 MV 算是我处女作，戏剧初体验，对。但是我那天因为刚好是情人节，我记得好像是情人节，对，我想说哇。情人节好孤单哦，没有想到就在默默的一个礼拜前获得了一个这样子光明正大可以在情人节约会的，可以放闪了，可以放闪了。今天也要让四位南拳妈妈的成员们先要来舔舔嘴，因为我知道今天雷瑟琳有特别准备一个很可爱的蛋糕要送给四位，对不对？来，麦克风我先帮忙收一下，来，我们也请来，我们就定位哦，我们看看我们地上的标记，然后我们是不是都往右边站一步，好不好？来，往右边站一步，另一步哦 ，OK， 好，这个位置其实雷瑟琳今天特别可爱哦，因为她准备了一个叫做福猴蛋糕，对不对？来，我们看前面哦，我们先看正前方，这个福猴蛋糕，因为上面还写着好大的一个猴腮雷，当然因为这个雷瑟琳的来到，对不对？所以要有雷字。今年是猴年，然后更可爱的是上面有四只不同可爱的小猴子，希望在这一次的新的专辑当中可以带来最多的猴猴天的好音乐。3、2、1，请出拳！哇塞，哇，专辑都藏在其中哎！这次新的专辑在5月9号已经正式的发行，来自种子音乐所带来的这张全新的作品啊。